小乐高带乐趣，欢迎来到坏学的乐高仓库。来，现在在我手里的这一盒呢，是乐高的10282，一只阿迪达斯的球鞋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一只。它的外观看上去呢，像一个鞋盒，打开才能看到它这个做出来的一个实物图。那这一盒10282呢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坏学原本是没有打算拍的，但是有许多的朋友给坏学留言说，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一盒10282的表现。那同时坏雪在21年年底购物季的时候呢，发觉这一盒10282的价格真的是已经是跌到非常非常低了，那我也就买过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吧。毕竟我们这个视频只涉及乐高，不涉及其他。来，我们开动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盒乐高10282经典的阿迪达斯贝壳头完成了。这一盒乐高10282呢，是乐高于2021年推出的产品，它一共有731片积木零件构成。目前你在那些第三方渠道上面，差不多48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一盒全新的10282。就乐高创意高手全系的产品来说，这10282呢，可能是混得最惨的一盒了。哦，不对，好像还有和粉熊救兵混得也挺惨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好好看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细节。这一盒10282呢，里边是只带有一只鞋。如果你想要拼一双鞋的话，需要再买一盒。同时，利用里边的第七包零件以及这个替换的零件，把这一边的鞋换成另外一边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品呢，分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是展示架，还有一个部分呢，直接就是这一只鞋啊。那现在的这一只呢是右脚的，那你如果再拼一只呢，就是左脚的。这里边还带了一根鞋带，就真的是一根鞋带啊。摸上去的质感、手感呢，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一套上面的像这种三叶草的标识啊，后面三叶草的这个标识啊，以及像鞋底的这个阿迪达斯的标识啊，以及旁边的这一些小的字样，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印刷件，不是贴纸。这一套里边呢，贴纸有吗？有，只有一张，哎，就是这个底座上面的这块名牌。名牌呢依旧也是贴纸，贴纸依旧是显示了这一双阿迪达斯
贝壳头的一些相关信息。而后面的支架这边呢，是使用了一个半圆零件来固定这一只鞋。你可以看到这个鞋的鞋底呢，这边正好有一个凹口，正好可以跟这边的支架相连接。那这双鞋做出来的大小呢，其实也并不大。来，我们来量一下它的三维尺寸，长度差不多 26.5 厘米，宽度差不多9厘米，高度差不多14厘米。那这个长宽高呢，你可以想到这个鞋它的尺码自然也不算大，我大概估计了一下，可能也就36-37码这样子吧。这双鞋呢，它的白黑相间的这些条纹细节呢，也全部都是做出来了。而且鞋头部分像贝壳头一样的这些金色条纹的细节呢，也全部都是用印刷件给做出来了。这双鞋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它的可玩性其实并不算多，毕竟嘛，它只是一双模型的鞋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积木的模型鞋呢，之前已经是有很多的大神在网上发布过各种的 mock 了。而在国内的某宝上面呢，也是有卖那种 mock 的零件包，所以用积木搭的鞋对于积木爱好者来说，其实已经并不新鲜了。而且说真的，这一双鞋搭完之后，真的就我感觉好像没什么可以玩的地方，真的搭完之后它就是一只鞋。而且这只鞋呢，你还是不能穿的，你看到没，这里边呢还有各种的球形零件，是用于固定这两边的面的，所以这里边你的脚也是不可能伸进去的，别说大人了，小孩的脚都不可能伸进去，伸进去的话踩在里边还是比较疼的。这只鞋真的只是一个外观，让你放在那边意思一下而已。但是这一盒10282呢，在包装上面还是很有新意的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外盒就是一个阿迪达斯的球鞋盒，来打开之后呢，它的内部尺寸其实也足够让你收纳这一双的鞋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一双，一双的鞋正好是让你给收纳进去的。当然你不收纳一双，单独收纳一只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个呢，也是大家之前包鞋常用的那种纸，你看包好之后里边还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再放另外一只，这个细节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棒的。而且你如果不放另外一只的话，标准情况下这个鞋盒也可以让你把这一个做好的10282给方便的收纳起来。以往乐高的作品我们在做完之后有个很头痛的地方，就是不太好收纳，但是10282不一样，你玩好之后觉得不方便收纳的话，直接把它放回到盒子就 OK 了。总体而言呢，这一只10282的阿迪达斯球鞋，我个人觉得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乐趣，除非你是一个球鞋的爱好者，而且是一个死忠粉，那这一盒10282你可以入一下。但是对于坏血来说，我其实搭完之后对于它并没有一个太大的感觉，让我感觉也就这样吧，真的也就这样吧。400多元的价格呢，其实严格上来说对于乐高的定价来说也并不算贵，但是我觉得搭完之后总有点让我觉得不太值的感觉啊。可能这一盒最大的乐趣是，如果你要送礼的时候，你另外一个朋友是一个球鞋的爱好者，那你自己送一盒这个10282，但是前提是你自己搭完搭两只，然后放到这个盒子里边，让它打开的那瞬间，那个惊喜可能会比较大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。这一只鞋也就这样吧。好了，今天坏血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。这一只乐高做的阿迪达斯球鞋10282，你还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我是坏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